今年19岁的大学生赵家鹏要和他的马兄弟在这场大戏中担任重要角色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爷爷就背着我在那戏台看戏，正月15进城去办马社嘛，然后那么多人都在那看。赵家鹏家住六盘山西路的龙德县新河村，是全国有名的社火之乡。哎呀，今天我妈起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滚出去！赵家鹏的爷爷赵世荣是马社火的非遗传承人。小时候，赵家鹏就被爷爷背着参加过社火演出。社火起源于远古时代人们祭祀土地之神的社稷，集祭祀、杂戏、歌舞、杂耍为一体。从迎神送岁的庙会、朝顶进香的香会，乃至乡村祭神的集会，鱼龙混杂的大集赶虚，社火变相繁多，花样百出。人们借此祭神、鱼神、迎神，从驱鬼逐疫的祈禳，最终演变成鱼神、月神的民间狂欢。